怀孕的妈咪是最美丽的，也是最累的，因为它孕育着一个小生命。让我们的孕妇枕帮您一起度过这段美丽的时光。将孕妇枕的两条腿交叉放置，仰睡可有效地缓解孕妈的腿部压力。侧睡时，孕妇枕有助于拉伸孕妈的身体。侧睡时，将小腿和膝盖放在抱枕上，可缓解孕妈腰部、臀部和膝盖的压力。将孕妇枕的腿交叉顶住床头，这样可形成一个圈，孕妈可坐在里面看书等。将孕妇枕垂直放置，弯曲腿部，这样可形成一个扶手椅。抖动孕妇枕可保持孕妇枕蓬松。选用优质 PP 棉填充，柔软蓬松，洁白无异味。